So 20 years ago, there's already so many buildings around here? Not so many. Because Aoyama is a kind of residential area. That is a big gray place, as a graveyard. It's just a typical Aoyama landscape. When you choose this place, does the graveyard affect you? Yeah, graveyard. You don't care? I don't care. It's the truth, because in future, no building in graveyard. Yes. It's because it always leave an open space. Yes, there. Yes. Oh. 魏云吾带我参观他的办公室，然后他办公室隔壁就是一个墓地，所以我第一个就想说，哦，好哦，你自己没有在怕这件事情，那我就得问了。我心中有一个鲜明的墓碑，是小津安二郎这位导演的墓碑。这个墓碑上大大的写了一个汉字，就是无，没有。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就要怎样才会觉得我要在墓碑上写无这个字啊？那为什么不就没有墓碑算了呢？为什么是在墓碑上写无而不是没有墓碑了？所以我很乐意问别人这个问题，而且每一次答案都跟我预想的不一样。我有一次跟一个演艺圈的一个很受欢迎的偶像一起被访问，然后到这一题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有墓碑啊，我也不要有坟墓，我只想要消失而已。然后那个偶像就说他想要有墓碑，然后上面要有一行字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已经想好了。他很年轻啊，我很意外，就是原来他已经决定要这个墓碑了。然后他想的那一行字其实没有我想的他那么伟大，我认为他本人比那行字伟大。所以我就觉得真有趣，每个人最后对于自己的墓碑写什么，有的人是很慎重的，有的人是根本懒得管的。那我就很希望我对我的每个来宾都可以问这一题，可是目前只问了魏言吾而已。像库玛桑的朋友，写小说的小说家村上春树，或者是做音乐的音乐家坂本龙一，他们都可以自己一个人在他们的工作室里面就把作品做好了，而且他们所做出来的作品也依然能够影响广大的人群。你会很羡慕小说家跟音乐家可以不用管理跟协调那么多人，而且没有业主。いやでもね、彼らの仕事ぶりを見てるとね、やっぱしその例えば編集者みたいな人とこう一緒に作ってる感じがしますね。自分で考えてるんじゃなくて、その編集者の人とにアイデアを出してその人がどう言ってくるとか、あるいはそれが奥さんも結構大事で、奥さんに言って読んでもらって奥さんがどう思うとか、そういう中で一人で人間はやっぱり物を作ってなくて、必ず一人で作ってるように見えても、あるなんかいいチームがあるから作れてるっていう感じはしますね。それは作曲家でもそういう感じでしょ。坂本さんの場合でもそういう感じがするな。我有读到你建议你的员工建筑师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把过错推给别人，因为建筑师合作的人非常多，你可以随便推给工人，推给预算，推给天气，推给环境，它就是会让你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你不怪他们的话，你要怎么吸收这些问题？人のせいにまずしないって僕は絶対決めてるんですね。で、例えば建築の場合っていうのは人のせいにするのは簡単なんですね。例えば予算がないとか、あるいは敷地が小さいとか、もういくらでも人のせい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るんで、僕は絶対それはもうしないって決めて、で逆に予算がないってことが建物を面白くすることがありえるんじゃないか、予算がないからこんなふうに面白くなったってことがありえ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道を探すん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うのを探すとなぜか
なんか見つかるんですね。例えば敷地が狭いからだからこんな面白いものができたっていうこともあるし、やっぱりそういう逆転の発想みたいなのをいつも考えて、そうすると逆転しようってずっと思ってると なぜか、 なんか神様はそういう逆転の答えを与えてくれ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んですよね。请问你到现在在工作现场还会发很大的脾气吗？やっぱしね、こっちが怒ったり大きな声出すと向こうが今度逆にこう何も喋ってくれなくなっちゃっ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成り立たなくなるから怒ることはしませんね。也就是说生气对于工作进度没有帮助。そう、怒りは本当にね、もう絶対怒るとうまくいかない。这个是经过很多次生气以后学来的吗？いや、僕はね、逆に、まあ、怒られたことはなんかいっぱいあって、怒られてるとやっぱりこっちはその人とあんまり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もううまくいかなくなっちゃうから、やっぱりそういう経験 で怒られた経験でそうなりましたね。所以如果碰到了很值得生气的事、要怎么样让自己不生气啊？うん、それはね、うん、まあ他のこと考えて忘れますね。想其他的事情把它忘记掉。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觉得他想要变成建筑师，你会在他的身上寻找什么特质是让你觉得他确实可以变成一个建筑师的？それはね、やっぱりこうデザインがうまいとかいうことよりも、僕は建築家に一番大事なのはやっぱり人が好きだって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ね。人が好きで、人と話すのが好きだっていう人が、僕はやっぱりいい建築家になれると思いますね。你会不会接受一个说法是这个世界上可能也需要很多平庸的建筑物？可能80%的建筑物本来就应该是平庸的，只要有20%是杰出的就好了。普通っていう建物でも、やっぱりその普通の気持ちいい建物であ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よね。うん、だから例えばこうなんか普通のオフィスみたいに見えるけど、このロビーがすごく気持ちよくて、ロビーに置いてる椅子が気持ちよくてみたいな、なんかそういうものであってほしい。だから普通で退屈な建物は僕いらなくて、いらない、世の中にいらないと思って、普通だけど楽しい建物ではいくらあってもいいと思ってる、うん、だから普通っていうもののなんか定義は僕ちょっとこう変え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やっぱ普通ってことはやっぱ楽しく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很多成功的人会一直强调专注的重要，也就是我们看到比方说像这边的这么多作品，魏彦吾先生做了球鞋啦，包包啦，就是他用他做建筑物之外时间也做了一些别的有趣的事情。世界上一定会不断的有趣的邀约来邀请 Kuma-san 参加做这个做那个，这跟你要专注就是两件事情，所以呢，很多事是很有趣的，不做很可惜。可是你得要跟他说不，我不做，然后把时间留给你真正想做的事。いろんなことを本当に頼まれるんですよね。いろんなものデザイン。で、もう今までやったことないことをちょっとやってみたい。好奇心は僕の原動力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ったことがないもの。例えばその船の内装をデザインしてくれとか言うと、ね、なんかその自分がデザインした船に乗ってこう海行けたら楽しいなとか思うので、そういう仕事を引き受けちゃったりとかね、まあ、そういうことで、まあ、好奇心というのがやっぱり僕のエネルギーの元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ね。熊さん、有的人被严重的批评之后他可能会躲起来，然后就很多年不做任何事情，可是你的做法是去了东京以外的地方，去真的想办法做一些跟原来不一样的东西。你当时有一种感觉自己不想继续做了的这种沮丧，或者是放弃
的感觉，还是你真的觉得你一定可以做出别的东西来？絶対違ったものを作ってみせるっていう気持ちが強かったですね。で、やっぱり僕を批判したその先輩たちと全体違うものができ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信じてたので、まあ、やめようと考えたことは一度もないですね。如果有人没有遭受到任何打击，他就是每天日复一日的在重复原来在做的事情，可是很明显的，这个人就应该要有所改变了。那你会觉得给他什么建议，让他有这个勇气去做改变，而不要一直重复在做原来在做的事情？僕は同じこと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と逆に自分がつまんなくなってきちゃうんですね。絶えずその自分が変わることで自分は元気でいられるので、僕は逆に僕自身は同じことを繰り返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ような人間なんですよね。并不是每一个建筑师都写很多的书。Kuma さん写书是因为你同时希望这些理念被清楚的认知，还是其实你的书是在满足你在建筑里还不够满足的事情？それはね、その本を書くと面白いことに、自分がその建築をやってた時は、その設計してる時は意外に直感で設計してるから考えないで設計してるんですね。でも出来上がってから本を書くと、あ、自分はこういうことをやりたかった、形にしたんだとか、こういうことをやりたくて素材を使ったんだってことが後で本を書いてみると分かるんで、そうすると自分が やりたか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と、今度は次を建築作るときにそれがこうすごく参考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本を書くのも結局は人に伝えたいっていう以上に、僕自身が本を書くことで自分のことを知りたい、で次の建築に役立てたいっていう、まあ、そういう感じの動機ですね。最大的，是的，是惠彦吾最大的作品。对，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公司里面规模最大的，然后应该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作品之一了，应该是。他当时就是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前嘛，我们会突然接到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说要不要你们去设计一下这个。就是主场馆这样的一个任务，当时反正也是在很大的一个压力下吧，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这个东京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一些充满绿色啊充满生机这样的一个体育馆，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设计。主办奥运的单位会认为我好不容易主办这一次，我希望留下一个里程碑，让所有的人将来看到它的时候都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发生，然后这是曾经的荣耀。可是魏延吾做的时候，他让他融入了周边，就你不要跟我特别讲的话，我可能就这么走过去，我也不认为他有跟我宣誓或者是提醒我什么事情。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自己私下经过那个建筑物好几次了，我没有注意到那边有个建筑物，然后没有人跟我讲那是魏延吾的作品。第一个当然那个环境不希望有一个张牙舞爪的大建筑，所以如果我每次经过都吓到说他在的话，可能就刚好违背了这件事，就是那个地区追求就是大家都差不多高度，然后躲在树的底下。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压抑了自己签名的需求而配合了这个环境。然后第二个是我知道这个建筑物跟当时的预算有关系，所以我也相信他是在当时的预算底下做了一个取舍，然后让他完成了他应有的功能。在日本这几年其实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动向，是说我们的这些大的活动啊，不需要说是通过场馆来被人记住。对，因为哪怕这些场馆不在了，但其实这段记忆啊，还有很多包括这些影像啊，还有很多这一代人每个人经历过的这个事情，是它都会成为铭记的这一部分。而场馆本身如果建得太恢宏或者是太夸张的话，反而比如说赛后了大家都不用了，反而会觉得这个当时的辉煌和现在的这个做很强的一个落差和对比。所以说还是希望赛后之后
也是能让大家非常开心的愉快的使用，然后再结合当时的这种辉煌的记忆，然后这样的一个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话，可能这更是一段佳话吧，相当于是。对，要不然就像一件婚礼穿的婚纱一样，婚礼完了那婚纱就挂那儿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魏延武到地方上面去做那些各地居民常常会用到的建筑物，不管是市政厅或者是聚会的场所，他也都是这个态度吗？就是他不是说我魏延武到这里来我要留下一个标志，而是这里要用的人是主角，不是设计师主角。是的，是的。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能使用的人越多，他会越想接这个项目。不是说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的这种艺术作品，是的，而更多的是他希望说有人气啊，然后大家都在去用啊，他会更开心一些，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如果不喜欢的话，没有人去，反而这种会感觉没有被当地人所热爱的一个方式嘛，相当于是。所以建筑就是生活。对对，是的，是的。我到每一个城市都见到了张牙舞爪的建筑物是没有人在用的，然后那些建筑物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我看了我就没有力气走过去，我看了只觉得我渺小到我无法靠近它。所以魏延武做到了让使用的人能够亲近的建筑物，我认为是非常贴心的做法。Justin, so this is the place that Kuma-san has lunch to? He don't really eat proper lunch. Very quick lunch. Yes, okay. Basically, like his secretary just buy some bento, buy some salad, and he always like working during the lunch. He's very quick to decide everything. And also, he eat very fast. He eat very fast. He doesn't want to waste time on eating. Yes, yes. So what if Steph make mistakes? I don't know. I never see him angry. Never see him angry? Yes. I think maybe he just be very like practical. If he makes mistake, he'll just think about how to solve it. Instead, he maybe like in his age, he's like being angry, being emotional doesn't actually help. So just think about how to solve it. That's true. Yeah, actually, very like very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people in that sense, maybe. He doesn't even have a bed in his little office. Only his body. he has nothing.So he cannot sleep in office. Oh, never maybe. No? Yeah. No? Take a nap? Not even a nap, I think. He's always moving. Yeah, moving. yeah. Really? Yeah, like I think, for example, like when we are in China in the business trip, like one time the flight was delayed for 1 hour, and he becomes a little bit like anxious, says,What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I do? Yeah. He just let us to find something to do. Like he will check the project, and he want to, for them, if there's a souvenir shop, if there's a small. He's full of energy. Yes, super. Like super energy. Not like a 68 years old. Can't say. It's even like a child. Like always want to go there and go that. Walking around. Oh, interesting. 我每一次碰到我的来宾的时候。我的状态可能都刚好掉在一个我刚读完某一个我觉得有启发的书，然后我跟那个书的作者正处于我的单方向的辩论之中，就是我说你讲的真是真的吗，我得去找一些厉害的人来陪我一起验证一下这件事情。我正在读的那本书的作者举的例子就是建筑师，他就说我们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不断的延后我们的价值实现的时刻，就看节目的人不用觉得被冒犯，因为我们都常常这样做，就是很多人都会一直讲说等到我买好房子以后，等到我结婚以后，等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就这个等到什么什么以后这件事情是我们经常设想的一个人生状态。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设想人生呢？因为我们误以为人生有一个我们都准备好之后我们再来进行真正的人生，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幻觉，就是怎么来的，到底几岁才是真正的人生。好，所以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听他讲说，等我长大以后我要怎样怎样，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小孩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准备那个长大以后他要做到的事情，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他现在正在生活，他现在八岁，他现在十二岁，他的八岁跟十二岁都是扎扎实实的真正在发生的，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如果八岁跟十二岁跟十九岁都是为了准备二十八岁以后的事情，那前面这些人生第一个就等于只是准备阶段，然后第二个是说一句实在话，我们整天都把无常挂在嘴上，小朋友不一定会过到二十八岁之后的人生，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推迟我们的真正要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说等我大学毕业以后，等我结婚以后，等我赚到一百万以后，我们不断的这样推迟以后以后以后，那个以后不一定会发生。所有这样讲的人真的开始过人生了吗？他真的到了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真正的生活了？他真的结婚以后就开始真正生活了？没有啊，他真的结婚以后他就感受到养家的压力，他就要在公司赚薪水，他赚的薪水每一笔都要存下来，因为他接下来要买房子，所以他等我买好房子以后，等我交完房屋贷款以后，他有那么多个以后。这个书的作者说，你有那么多的以后，你就是没有现在。所以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建筑师，那魏延武给了很好的答案。魏延武跟我说，他现在正在画这个图，他也乐在其中，而这个图有一天不会被盖成房子，也不损及他现在的这个快乐。 我知道对观众而言，看四十五分钟只得到一个答案不一定够，可是对我这个访问者而言呢，我现在都觉得如果一天过去我有得到一个答案，我就是一个富翁了。所以呢，魏延武给了我答案， 我就心存感激。